耶、yeah, ！我的微信开机，也欢迎收看我们吊爆开门场。那我们今天是来到上次我们抽到的那个向天宇吊架上，这边其实算在市区里面，交流道旁边吧。对，那这是什么交流道？新屋交流道。中立吧。中啊，随便没差了，我不是开车来的。好啊，这边好像只有一尺，不知道什么虾。今天天气也蛮好的、欸，昨天还下大雨，那个雨真的超夸张，超扯。他这边记得大家跟大家讲，在这边他礼拜一到礼拜五是11点开门，然后六日才是10点。我刚才9点半就到，我等了一个小时多，跟白痴一样。好了，我们赶紧进去哦。不知道怎么讲那种感觉。然后我们今天用这只，就是我请厂商打样的标，然后我现在还在做测试，这样要近距离那么近，好不好？让大家看。那我今天是用阿北的这个一克的天平，阿没有量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那我们去开单喽。你有事吗？我看看他有在干嘛。他的标，他的声音。哎，你慢，我拉一只，你就拉一只。哎，为什么这边讯号这么多？为什么这边讯号这么多？是什么？肯定想两只。哎呀，阿子他骗我。哎，好可爱。什么小鸡的？阿妹，你调慢一点，阿妹。放假又可以。多小只的？有拉力吗？没有拉力。有。看不到，那太暗了。发现，哇，比我的剪刀大一点。你会觉得很小只吗？你要不要看一下？你旁边不见了。我在看你在干嘛？你看那个放山，你有录到吗？有啊。大家看哦，它这种就是里面加水放山，那我是不知道它用意是什么。那我个人是没有说的，用水放山。因为他，你看他放水下去，你看我看到他放几次？
看不出来。对嘛，两缸基本上如果，因为他开单是650啊，他老板说是中了20，我们还没有交过钱啊。哦，我们就把它当木虾子在养。哦，他现在基本上完成，我刚才也有去后面找了一下，都没有。Nope。一号都没有。所以说之前有钓场跟我讲过，加水放下是让虾子比较不会晕。好像是这样子。可能是这样的，我觉得 maybe 有可能，只是有可能，但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子，我是不知道。哦，好 ，OK， 好，继续看资料。哎，说说看，你觉得加水放虾是什么感想？笑笑笑是什么意思？阿哲的感动，来鞭炮，来鞭炮，来鞭炮，鞭炮，鞭炮！哦，终于过年了，终于过年了，很辛苦的一只虾，真的。嗯，我现在已经几分钟了，快一个小时了，快一个小时了，快一个小时。没有看我，真的是过年了，真的。没有看我。哎，这边有。要不要放鞭炮了？你先来抽一次虾回来。哇，千辛万苦哎！我记得这早晚一开始不会讲说很大只。对，放大只哎！哎，阿妹啊，都放大只。大只人呢？怎么会这样？大只人。他不是吃了，误会了。感动的瞬间。阿妙，有没有看过他有这样？看，讲呢？讲吞掉。有没有看过泰国虾？没有没有。看一下，哦，它有两只夹子这样子，看有没有？没有了。嗯，来死啦！那我肯定是掉。来死啦！给阿哲看一下虾子吧。感动的，不要，我们要吃，不要，我们回家吃，是吧？我们回家吃，好，我们不要掉，我们回家吃一次。好啊，上次我们在这个前面人家有推荐我们，又多了6件，希望啊，折一折。你看有没有想做什么？你说。大吉。大洋城，又有一间很远的。不行。很远呢。基隆的快乐城。水立方。天宇。这间还不错，天宇还不错。
精锐，然后丰富，精锐，没有上次就有了，新的已经都丢进去了，然后这张是什么？金多虾，八爪金多虾，土城新河，永福。嘉宾蟹酱，淘气，这间应该是我们现在最想去的。还有冷气，好好摸，好好摸。我觉得我会摸到这里。你别笑，好好摸。最想去淘气啊！几个字？耶、yeah, ，好了，那我们下一间就去淘气了。我们下一间就去淘气，这间有冷气吹，真的非常好，非常好。现在这么热的天气，让不让我下也要吹冷气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下一间见喽。今天不可以，今天没有办法，先这样。好，下一间见。哎，我们今天是不是要钓虾？有吗？有啦，哦，晚上好啊。啊，观众说叫你用虾米挑战这样钓一场，有吗？哪里有没？真的有？哪里？那天我看留言有，留言有是不是？用虾米钓，但是我一定要用猪肉跟虾米这样子搭配，我才会钓啊。哦，还用猪肉，什么时代了？猪肉不行是不是？啊，有些观众就新手啊，他们只会用虾米啊。